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编。那这个影片呢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新的这个活动，叫做红骑士团的春天大扫除。那大扫除顾名思义，就是要扫掉一堆的灰尘啊。那这个活动呢，它的方式很简单，就是你完成这个任务条件之后，你就获得一张这个传送卷轴，然后传送进去里面之后，它会有一大堆的这个小灰尘，就是看起来像是风之精灵这个，然后叫小灰尘。那里面某个地方藏着一只叫做灰尘的尘埃精灵，那这只精灵它会有比较大量的这个尘埃出现。那你打这个尘埃啊，打那些尘埃，你把它是用类似这个爆怪的方式啊，那个叫什么起死回生术啊。那爆完之后呢，你就会获得这个粉末。那这个粉末呢，之后就可以到奇岩哦一些村庄里面去找这个 NPC 兑换道具。那你可以换龙钻，或者是换这个消耗品，比如说龙珠啊、战斗卷轴啊，或者是去换这个魔法娃娃或变身的这个抽卡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就先实测，啊，我们就直接飞进去来打这个尘埃哈。好，飞进去，好，auto 就直接按下去哦。好，那可以看到，它现在就是这样一直爆一直爆啊。那如果说你要快一点的话，诶，我这边是不是有这个精灵王呢？好像有哦。哦，我现在有打不完的这个怪，我现在打不完的怪，所以我可能遇到这个精灵王了。哦，来，像现在太少了。诶，刚那边真的有精灵王哎，哇，我还跑掉。好，那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再瞬移到刚才那里去啊？它的时间总共有2分钟。好，这里面怪了，飞。飞，哦，有人可以打到破千了，1400多个，这个是我目前看到蛮多的一个记录。哦，如果刚才那么运气好啊，遇到那个精灵王的话，尘埃精灵就可以打到很多很多。最后一秒，飞了，还没飞，赚到。我们刚才好像是118个尘埃嘛，那现在是275个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买，找这个 NPC 买道具，在这里。啊，这边的话就是可以买这个，像我都买这个而已的抽卡卷轴。那现在因为比较多哦。他这个一天只能买两颗，然后卡片的话一天是一张，各一张。那消耗品这个就看自己要不要买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整个活动的这个流程介绍。那我们顺便把这个开一开啊，看有没有机会抽到这个红点，做个美梦。没有，那应该总可以合成了吧？哦，可以合成，连绿的都不给，很好。啊，没有机会啊！好，那以上就是这个活动的介绍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记得在影片的右下角按下订阅，按下铃铛，就可以随时收到新影片推出的通知。那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